我一罐赚五倍，一箱赚翻嘞。对，那我觉得你应该买两箱，都买了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买两箱嘛。四公斤哎，买两箱嘛，一箱就没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一箱够就没了。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大家出国呢，一定都会希望可以去一些在地人才会去的地方。没错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带大家来香港在地会来的地方——开市客。我们来到深圳 Costco， 是的，就是今年一月才刚开幕的哦。嗯嗯嗯。而且很多香港人真的都会特别来这边采买东西，然后回香港。嗯，因为来这边很方便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深圳的 Costco 呢，跟我们台湾的 Costco 有什么不一样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第一个不一样就是它的名字，刚刚妈妈有说了。哦，对，他们这边叫开市客。对，我们叫好事多。对，你如果要来的话，你跟那个打车的司机讲说开市客，他才知道你要去哪里。对对对对对。Costco 还是很适合买生鲜啊。嗯。那我们看一些除了生鲜以外的东西，有没有什么酷的？因为之前马上看有没有开幕的时候有超多不一样的东西的，有，它有一个那个什么草莓的面包，那就是一个吃的，嗯，然后还有一个水壶，很可爱的迪士尼的联名水壶。亚洲的 Costco 的总部其实是在台湾，在台湾，对，所以其实深圳的 Costco 应该会有很多跟台湾很相近的地方，可能排列组合我们是蛮熟悉的，嗯，然后或者是卖的东西的那种品项的感觉，嗯，会不会也有台湾的感觉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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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吗？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香辣炸鸡桶。哎，台湾也有啊，台湾有吗？现在有炸鸡桶的。对对对，台湾现在也有了。真的吗？嗯。我太久没去 Costco 了，但他们的那个汉堡跟那个冰淇淋跟我们的也不一样，嗯，他们是花生酱冰淇淋。哦。我是蛮想吃的啦，但是哦，对，哇，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哎，它的披萨居然有大阪烧口味，我想要吃一个看看哦。然后超大牛肉卷应该跟我们牛肉卷差不多，再是它的汤，我们的是最经典的是蛤蜊汤，然后他们是鲜虾的浓汤，然后热狗就是 Costco 最经典必买的，在这边买好像很划算哎。然后它的这样炸虾堡我们之前也有出，再是它的那个拿铁的杯子是小熊造型的，我觉得蛮可爱的，这边有一个小熊。然后甜点的话还有一个红豆芋圆汤，这台湾也没有，来点来试试看。付钱可以用支付宝跟微信支付，直接在这边扫就可以了。当然现金好像也可以，可是基本上没什么人用现金，都是直接这边扫。哇，好久没有见到的自助吧台，在这边一样是 Costco 最经典的，可以自己倒。现在台湾都变成他帮你弄好，但是弄好的话是比较卫生啦，啊。用餐区小小的，感觉比我们的内湖店还少很多桌，它总共只有大概10到12桌而已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披萨，哇，是台湾没有的口味哦。对啊，章鱼烧的，就是那种披萨还很好吃的口味。对，我要来吃一下这个章鱼烧口味的披萨，不知道跟台湾的有什么不一样。披萨哈的那个章鱼烧是比较单纯，然后它这个的话比较复杂一点。嗨，哥哥。它里面的料比较丰富，它甚至还有小香肠什么的，也不止只有那个鱿鱼，它还有鲑鱼，很多甜椒。我觉得台湾可以慢慢看，这口味不错。来喝喝看，看起来是蛮浓郁的，比较像马铃薯浓汤，跟我们的蛮像的。然后它只是多了一个虾的风味，还有附这个小块的面包丁，这个搭配这个感觉就一定很好吃。我比较喜欢虾汤，我确定，因为台湾的那个蛤蜊汤。有时候都会吃到那个蛤蜊会有沙沙的感觉，虾子，而且它的那个肠感觉是帮你处理好的，非常 Q 弹，然后加上那个大蒜面包，这个汤变超丰富，虽然比我们贵大概40块左右，但我觉得蛮值得的。热狗就是包装不一样，我们是用锡箔纸，对不对？它是用那个纸，它面包吃了很多哎，这比较像美国的，是不是？糟糕了，有芝麻，芝麻超多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根本就芝麻不一样，多了白芝麻。嗯，它热狗吃起来的味道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嗯，一模一样。最后我们还有买一个红豆汤，我刚才搅一下，发现它超级绵密，真的。我红豆喜欢吃煮到烂掉的，嗯，但我绿豆喜欢吃粒粒分明。这个有点像是红豆沙的，加快。它真的是烂到变成沙的感觉哎。如果这个变冰品就是红豆沙哎，很酷哎！它吃下去的第一口是甜甜的，比较好吃，还是一颗芋圆，看起来就好吃。快点 ，Q 吗？它的比较 Q 啦，可是这个吃起来是比较偏软的。我也来喝一下，它的甜度我觉得调得刚刚好，红豆本身的甜度再加上一点点糖而已，它糖没有加到非常多，所以你吃起来不会很腻。我觉得这在台湾也会卖得很不错哎。我个人对这个红豆汤还蛮加分的，觉得这个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好吃。嗯，
好吃饱，准备要去逛街了吗？没错，我准备好了。去看一下有没有你的东西好不好？有没有小爸爸的可以买的？我刚刚去厕所，然后发现有一件很贴心的事情，就是他们的那个亲子的那间厕所水是温的。嗯，男厕也都是温水，真的、啊，算蛮贴心的。嗯，而且进来啊就很新颖外，他们其实维护的算蛮干净的、嗯，就整个就是很有那个 Costco 整洁的那种感觉。對對對，我蛮意外的是，我们以为人会超多，因为我们之前做功课就看到超级多人来，對對對，多人。结果我发现好像因为开幕几个月了，所以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。啊，对，走吧走吧。我一出国看到那种 Costco 的电视都超想带回台湾的，他们到底为什么都可以便宜台湾蛮多的、啊？夏普的这个70寸的电视，一台的话大概是台币16000。这个 Sony 83寸，只要人民币28499，哇，好过瘾哦！83寸呢，只要台币124000呢。不然应该要多少？我们超过80寸的基本上都17万啊。真的？对啊，应该少个4万，可是带不回去啊。我们有卖 Sony 的最新的 WH-1000 的 M5 的耳机，而价差的话，就台湾买比较划算一点。这边卖2359，也就是接近10000了，那还不如在台湾买。我看到它了，布利亚勾居的联名雪壶，哎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没想到还有卖，这是 Alien 的。它有很多角色，它有熊抱哥、跳跳虎跟 Elsa。嗯，我要看跳跳的。有，这是我吗？对呀、啊，跳跳。一个大概350块。又算是紫色的，那还蛮漂亮的，好漂亮哦，真的好漂亮。那、嗯啊、熊抱哥的呢？哦，粉红色。会有这个哎，金钱一丁的泡面，就是日清的泡面。哦，香港制造、哦。哎、欸，它一箱原本89，现在特价71，所以大概是280，一杯大概是不到30块，20几块。你想吃吗？它是。不想吃。两种拉面，一个是海鲜，然后一个是黑蒜油猪骨汤。我就可以吃吃看，好啊，来跟我们的统一 PK 一下。这个我可以。哦，他也有，我们也有其实，但是我们不是一直都会进。超方便的牛肉骨汤，243盒，一盒80块，好像比我们便宜一点点。比我们便宜吗？真的吗？对啊。有什么不一样？超大包，我们没有乌龟的超大包啊。哦，而且它是中文化的。超酷哎！这超占空间哎，神经病来这边买这个干嘛？它不是他们的品牌吧？还是在学它？一包蛮便宜的，120。哇，好帅啊！你要嘞？那你要在打工很久了。那行李箱也很多人在讨论哦。然后这边真的很便宜耶，它是20寸再加28寸，这样加起来才4000块台币，难怪大家都在炒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电动枪，这个看起来就很大陆的玩具。还有对讲机、手榴弹，还有弹夹、磁力艺术枪，800块。小男生的天堂啦！好大只的折塔，你看哇，给个比例尺吧，赞呢，好大哦，天哪、啊！因为中国这个超级红，在台湾还反而没有办法找到那么多这个玩具，800块也不是很贵哦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好可爱哦，嗯，宝可梦的小乐高，啊，超大只，是不是剩他了？没有人买他回去，能带我回家吗？他手好短，好好笑。这是热水袋耶、哦、女生月经来的时候装热水用的耶、哦、这好贴心哦，而且一只也不贵，一只大概400块台币。维尼也很可爱，你眼睛也太小了吧，而且它们是这种毛茸茸很好抱的那个质感，这个也蛮酷的，公里方块地毯，这个小朋友就是在走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滑倒，尤其是像我们家妹妹之后如果长大的话，它可以免胶然后直接贴在地板，所以他比较在学走路的时候应该会比较稳一点点，他也可以阻隔噪音，所以小朋友在家里面玩的时候蹦蹦蹦可能会小声一点，不然就会像娜娜一开始在我们家一样，一直咕噜一直咕噜一直咕噜。哎、欸，对耶，狗狗也很适合。阿华田口味的耶，嗯，台湾没有进这个啦。对啊，我没有吃过阿华田的，买。OK。你要再买吗？不买了，不买了。这次不拍了，我们带不回去，不拍了。那还有这个耶，新的。哦，这有头靠的。还有绿色这个，上面还可以遮阳。这边有卖榴莲耶，好臭哦、喔！319块一箱，1000盒，不便宜耶。但台湾没有看过卖榴莲的，这边好勇敢。卖这一模一样的，你看，白芝麻热狗，跟外面一模一样。好行销哦、喔，好聪明哦、喔。吃完马上来这边买。对啊。这个热狗。对啊，60块一袋，一个才5块。哦。杏仁脆饼啊，台湾没有巧克力一半的口味的、哦、对不对，看起来挺好吃的。吃得完吗？吃不完带回去、嗯、吃不完兜着走。哇，多少钱？4999，5000块。我要把你带回家，你太大了，你背我。这它有草莓味，
有哎、欸，草莓熊，好可爱哦，又草莓味。他要买一个站板回去，台湾买不到的苹果西达，这边居然有哎、欸。而且还很多哎、欸，12罐一组哎、欸，一瓶的话是8块，要不要买这回去？好笑，那好笑，要买吗？带着回去吗？然后旁边还有王老吉，哇，一整箱哎、欸，多少钱？2.41块，你知道台湾一瓶都卖多少吗？30、50块起跳，可是50就卖60，你拿回去卖他们。天哪、啊，这多少钱？8块，但是在这好笨哦、喔，对，在这有点笨，好重哎、欸，7公斤，这比妹妹重哎、欸。我们有20公斤的扣档，顶多再买一个行李箱，好便宜哦、喔！天哪，5块，他们可乐是用水做的，是不是？感觉比水还便宜。我们现在已经卖到一箱大概330，他们现在一箱大概240，然后一罐才5块。对啊，哦，一半哎！好的，我们已经结账完毕啦。我们刚才买了台币2100多块，然后这边的支付方式跟国外的 Costco 一样，就是很多元。你要用信用卡，用微信支付，要用支付宝，全部都可以。然后逛了一圈啊，我觉得30%跟台湾很像，然后再是20%是当地可能中国这边才有的厂商，然后也是有进来摆东西。再来20%可能就跟我们在台湾看到那个其他美国的 Costco 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我觉得整个卖场逛起来跟他们的摆设布置都是差不多的。嗯，以台湾人的观点来看。台湾人真的太爱 Costco， 我觉得还是很好逛的。你看像可乐、雪碧、对啊，超便宜耶，吓到我。超扯，还是有看到一些新鲜的东西，这、是台湾没有的。对，来这边逛还算是蛮有趣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好，那这就给我们香港的观众，还有我们中国大陆的观众们参考一下。对，没错，欢迎有空可以来这边逛逛看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下一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我要回饭店，你要去画画。这3星85寸11999，不到5万块。什么 LG 的是买大概10万，然后是75寸。对啊，可以买2台，是不是？还会去台湾卖？海运啊，海运。是不是心动了？我看到你的心脏在那边蹦蹦跳。这个机运还是容易会压坏。对啊，会压坏吧？还是有风险。